狗狗，狗狗，别跑啊！过来吗？狗狗过来。哎，好可爱呀！还能试探我，不能咬我。我走吗？橘子树结了超多小橘子，看起来很酸的样子都还是青色的。这棵大的是柚子树，已经没有柚子了，都摘来吃掉了。狗狗，狗狗，小奶狗，这是一只。这个，给你爸爸那个吧，这个，好，再来一个，这个没打油，没打油，没打油，多灭点去吃吧，小心。前面有一只松狮，不知道是谁家的，这个应该是白色的吧，都把自己玩成一个小煤球了，太可爱了。看来是有点怕我。狗狗，狗狗，我昨天也看到它了。它走了。昨天早上我也很早出来，在村里面闲逛，没有带手机，然后遇到了好多小狗，都超级可爱，还有些鹅啊什么的。我就想说今天起来一定要把手机带出来拍一拍，但是今天早上都没有看到他们的踪迹，
昨天遇到一只很可爱的小白土狗，也没见着。其实我以前从小到大生活中就家里从来没有养过任何的小动物啊之类的，没有想过要养宠物这件事情的。其实一直是直到前两年的时候，当时我有一个室友，跟我合租的室友，他有一只布偶猫，超级可爱，因为和他一起生活了一年嘛，那个时候才开始觉得其实生活中有一只小动物也挺好的。不过我也只有和猫一起生活的经验，加上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养猫的，其实没有太了解过小狗。后来有接触过一些狗狗之后，才发现我应该是个 dog person， 因为我太爱狗狗，那么的活泼，每天要出去遛了。后来我跟朋友提到说，想要也许以后会养一只狗的这种想法，朋友就会说，啊，养狗挺好的，但是每天都要遛狗哎。然后我就会想说，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如果我的生活可以每天去遛狗，那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目前我的状态可能还没有办法养一只小狗，也许过两三年，过三五年，我可以真的去做好准备，对一只小狗许下承诺吧。这两年经常会有很奇妙的感觉，就发现很多事情真的当初就只是埋下了一颗种子，也没有说太一定刻意的往什么方向去努力，但是他们慢慢就实现了。所以我想小狗也是这样吧，总有一天会有一只小狗来到我的生命里的。好高的芦苇呀，有人在放风筝。第一次看到地里面的西兰花，然后我发现这边有一个迷你西兰花，超迷你西兰花，超超超级迷你西兰花。鹅赶出来了，爷爷把鹅赶出，哎呦，吓我一跳。